个满满的，左营旧城都挤满人。大家请就坐，好吗？大家请就坐。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宣布开始开会。现在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9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7月4日上午9时3分至下午1时36分，地点本院前线的1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志扬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陈天辉委员等31人，列席人员文化部部长邓丽君率同有关人员，主席陈昭吉委员学生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讨论事项。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文化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6案，进行询答不处理。本日议程由委员吴志扬等18人提出质询，进行文化部部长邓丽君及相关人员具体答复说明。另外委员许志杰等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决议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且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重启指定。临时人员临时提案第一案、第二案照案通过，第三案、第四案修正通过，宣读完毕。请问各位，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我们就确定。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为继续并案审查委员陈学生等28人，委员许志杰等17人。委员黄国书等16人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处理保留之第10条、第16条等条文。那对第10到第16条等条文，对。那我现在介绍我们现在出席的委员，有黄国书、招委，啊，李立芬委员、柯真委员，还有我们钟嘉宾委员，还有我们高露委员，谢谢。那我们今天有教育部的次长，林成角林次长，那还有各部会相关这个条文修正有关的部会，我们欢迎哦。那我们现在又节省时间，因为怕下午有台风来，我们现在就进行并案审查，好不好？那大家请就协商位置，谢谢。好，我们那个先确认一下这个法案的名称，前一次一开始没有确认哦，法案名称叫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哦。好，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好，那我们现在先到第10条，对吧？第10条，好，来。第10条还是属于这个劳资的争议条处哦。那高露委员还有之前民进党也有委员有表示意见，对，就卡在这里，是不是高露委员？好，那我们先请那个教育部，在过去这个段时间那个协商结果怎么样？你们跟劳动部请教结果怎么样？劳动部今天有派代表来吗？劳动部今天的代表，哦，还是您是？那您往前坐好不好？因为这个条文会影响今天这。法案通过的进度速度，好不好？我们先请教育部报告一下，好不好？那个协商结果怎么样？那我们先请次长。啊，是，来，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哈，还有我们劳动部的各位伙伴各位同仁。那我想教育部呢，在上一次啊审查之后，那么针对第10条跟第16条呢，那么保留这个相关的条文哈。所以在教育部呢，在6月14号也大概邀请劳动部呢，也包含邀请的大概部外的这个学者专家哈，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同上的一个讨论哈。那根据当天讨论的结果的结论的部分呢，主要大概是有4点了哈。那么第一点的部分的话，就是呢有关这个公立幼儿园以契约聘用的教保员、助理教保员以及私立幼儿园的教保服务人员哈，
他的劳动条件、请假规定、申诉及争议处理等事项，除了幼照法施行前已经准用教师法规定者，仍就是之前已经准用教师法了，仍依照原来的规定办理，其他的部分就回归到劳动基准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相关规定办理啊，是没有异议的，没有异议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有达到共识哈，所以在这个教保人员条例草案的第十条到第十六条，那么原来院版的部分哈，那么以及各位委员的提案的版本的部分哈，是认为是没有修正的这个没有修正之处哈，所以我们教育部还是建议原来那个十条是第十条到第十六条条文的文字，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的部分呢，那么劳动部呢当天大概也有特别提到哈，包含了公立幼儿园契约禁用的教保员、助理教保员哈。那如果是涉及到刚才涉及到这劳动权益的部分，当然回归到了劳动的这相关的法规定了。但是如果涉及到行政处分的，比如说他的成绩考核等等这些的部分呢，那么这个部分是非属于劳资争议处理的范畴，啊，这个行政员考核的部分哈。所以另外由教育部于授权执法中规范，在教育部自己本身的法规里面来做一个规范哈。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如果是立法院，我们这边如果在开会的话哈，教委会在开会的话。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在现场来做一个说明哈，这个是第二点的部分，就行政考核的部分就由教育部另外在执法里面去做一个处理哈，那这个部分教育部会另外在处理。那第三点的这个决议的部分的话，就是有关委员提案呢哈，那么对于教保服务人员权益推动审议小组的修正动议的部分哈，那么是希望能够成立这个劳动权益哈，那么审议小组，那希望是由教育部部长来担任召集人哈。那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因为这涉及到教保服务人员申诉评议等事项的讨论、协调及评估哈，那考量呢，这个依照劳动基准法禁用的人员，他劳动三权、劳资争议等事项，那么现行的劳动基准法跟这个劳资争议处理法等相关法令都已经有明文规范了哈，所以呢，无需要在本条例里面再去明定。啊，那么也避免这个汉格的疑义哈。那这个部分，待会的部分也再请劳动部呢，在审查的时候呢，再来协助做一个说明哈。那么第四点的部分哈，那么针对目前教师法里面有针对就是这个施行那个幼照法施行前已经禁用的老师的部分，那么准用教师法规定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未来部里面教育部这边哈也会呢，那么在部里面呢，那么同步的那么。条例过或者是同步的部分检讨修正啊，这个教师法的一个相关条文的一个修正，也就准用的部分在啊，这个教师法就删除掉，就回归到我们这个条例啊，那么教保服务人员条例来做一个处理。以上大概是上一次开会的大概四个一个决议，谢谢。以上说明。那个招委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工作伙伴大家早安哦。那诚如刚才次长所提到的，在6月24号的时候教育部这边有召开这个协调的会议哦，但是我想要在这样子的会场跟招委跟各位委员还有工作伙伴做报告哦。第一个，当时的我们也在重申我们当天在会场上表达，不管在教师法或现在目前幼照法里面，或者是将来我们这个法令要通过之后，相关法令有一些汉格的点，我们大概都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但是到今天为止哦，我们都没有收到当时的会议记录哦。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劳动部没有收到这个会议记录的内容，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不晓得他那个会议记录是怎么做的啊，有没有忠实表达我们的意见啊，到底是情境怎么样，我们并不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想跟招委跟大家做报告的，我再重申一遍哦，就是有关于劳资争议处理法。第一个，我们在行政救济部分，我们第三条就明定他没有办法适用这个劳资争议处理法的部分。第二，教师法的36条对于已经完成立案的私立幼儿园的专任教师，目前现行的法令还是准用教师法的相关规范。所以第三，在我们幼照法26条刚才有提到的，它还有25条授权的这个待遇办法等等，目前这些法令都是现行有效的法令。那我印象中，当时我们表达之后，教育部是告诉我们，目前这几个法律未接的法律有互相汉格的点，将来他们会通盘性的做一些检讨。那在这些法令都还没有被检讨出来之后，假设我们今天这个法令通过的话，会造成这几个法令开始有一些汉格的点，是我们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再做重申。以上说明。好，接着我们请高路委员。
所以刚刚的意思是，教育部是认为这个就是回归到劳基法这边处理嘛，劳动部这边处理。可是刚刚副司长的意思就是说，那现在这个部分是会有撼格的部分吗？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有关于审议小组这些的条文纳进去的时候，会有法律上的撼格？是劳资争议，跟委员做报告，不是这个审议小组的这个部分我们没有意见，主要是针对将来的劳资争议。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已经立案的财团法人私立幼儿园的专任教师，好，已经立案财团，对，要准用教师法，但是在我们这个法令通过之后，是适用劳资争议处理法。啊，如果将来就假设我们这个法令明天通过，那就会有一个已经立案财团法人的私立幼儿园，他就会来问我们大家，啊，请问啊，我要依照教师法来做劳资争议的申诉，还是要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到地方劳工局去做调解？他就会问我了。那这个问题就会因为我们的修法通过，那教育部这边还没有看到相关教师法啦，或者是幼教法26条，甚至于他授权的待遇办法，这些都还没有配套修，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见。我昨天国教署有来找我，然后意思是说准用教师法就准用教师法，然后呢后面就是准用教师法之后的是就是劳。对，教保员就是劳动部这边来处理。那他当时昨天是这样说服我，不晓得，请问一下副司长这边要怎么回应、啊？等一下，那个许立坚组长再讲一次，因为刚刚司长有讲过一次，我们再重申一次那个适用的时间点。那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先讲一下现在的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因为我们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里面的诸多条文其实是从现在幼照法一列的，那包含刚刚在讨论的这个条文。那现在的幼照法里面第26条，其实他就提到了私立幼儿园的人员，他的劳动条件依劳动基准法跟他的相关法令规定办理。那法规没有规定的，再由直辖市、县市主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邀集代表劳资双方协商来处理嘛。所以现在幼照法里头26条就已经定明清楚，私立幼儿园的大部分的伙伴都是依照劳基法来适用、哦、那对于幼照法实施之前，他已经是适用教师法的这些伙伴，因为我们当时在定幼照法的时候，不确定如果我们全盘把它纳到劳基法，会不会对这些伙伴的权益有所损害？所以当时在定的时候就说，如果他已经准用教师法，那么就让他继续准用教师法来走，那至少大家会认为比较放心的，不会侵犯到他们的一个权益哦。那再来就是说，依照我们26条已经讲这样，我们现在把它移到我们的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那刚刚副上提到的就是说，那教师法现在第36条有去提到了，那可能是经过那个财团法人的这些幼儿园，那他是不是可以准用教师法的问题？那因为我们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幼照法其实是比教师法定的还后面，那后法优于前法的状况底下，虽然教师法36条是说可以准用，可是我们的幼照法已经把准用这条路已经取消了，因为它就是全数依照我们的幼照法来走，所以自然我们现在从幼照法第26条把它搬到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第10条来看，应该也不是一个太大问题。为什么？因为101年1月1号就已经是适用这个法令在走了，只是当时可能在文字上还没有写得那么周全，所以这次我们可能在劳基法以及劳资争议法就把它写得更清楚来看哈。那刚副市长可能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行政处分，那可能到时候在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不能去适用等等。那其实劳动部他们之前在100年12月27号的时候，他有一个解释令里面就提到了，有一些行政处分性质是不适用劳资争议处理法第3条的。那时候提到的其实都是学校的老师。那幼儿园里面其实他这边提到的都是老师，幼儿园不是学校，他提到是都是学校的老师，但是幼儿园不是学校。
所以他自然也没有所谓的是不是那块所说的行政处分的这个问题哦。那我们在跟劳动部开完会之后，那因为当天劳动部也提醒我们说，会不会再有哪一些是行政处分，而不是劳资争议处理法，会不会对这些人员的权益有所损害等等的问题，要不要再说明，或是未来的执法再去做一些处理？那我们会后大概也找了，就是三位法界的大佬，也是我们教育部法规会的法规委员，再来请教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会有劳动部所说的担忧。那委员其实也逐一的帮我们检视，就如我刚提到的这个解释令的状况来看，我们目前所说不管是私立幼儿园或是我们公立幼儿园用劳动基准法禁用的教保人员，其实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他全数进到所谓的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来看，应该也不会是问题。那我们必须说，因为这次的条文它并不是说全新产生的，它是从幼教法第26条而搬过来的，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此时此刻开始之后就产生什么问题。因为即使条例没有通过，幼教法从101年1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现场就已经是这样在运作了。以上报告。怎么一个政府两个意见？对不起啊，怎么办？不是现在这样。那执政党的党团怎么说？哎，国书，我们给时间去协商啊，对不对？刚看完嘞。现在就是教育部跟劳动部这边意见不一了。那听起来哈，坦白讲，我听起来是我们教育部这边的意见好像比较合乎现场的实况了。那至于那个劳动部这边的意见，你们是说好，那如果明天实施以后啊，会产生了有一些疑义，然后如果有那来陈述，到底是要依照教师法或是劳基法这样的问题吗？那这个部分我们再来想一个配套来把它解决嘛。好，想看吧，徐组长，你想看吧，你来解决劳动部的问题了。后面劳动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后面教师法在进行修正的时候，其实会把36条的那个准用整个都拿掉。好，那目前我们部里面会做这个动作。这个部分再补充两点呢、啊。第一点的部分呢、啊。那个原来我们大家也没有预期说教保服务人员条例会这么快能够通过了。那、啊、当然依照一般来讲，优后法优于前法的情况之下，如果教保服务条例通过了，所以在原来的教师法第36条准用的部分，当然依照现行最新的法规来做个注意，所以 OK 这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的部分，当然为了求法的一致性，如果我们教保条例通过了，那当然我们整个政策上面也都是按照啊这个新修通过的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那么来执行，所以产生的在教师法第36条准用的相关的文字的部分，那教育部就会配合修法，那么在下一个会去把它做一个修正，那这个部分就会一致的，就不会啊，对对对，是的啊。事实上刚刚谈的纵使是没有修教师法，那是准用，哎，不能后法还是可以优于先法，还是可以处理的。没有开过一次会啦，开过一次会以后，我们也是这么样觉得，就是36条的部分，我们部里面这边我们会去那个进行这个法制的作业的修正啊。哦，但是我们要进行法制作业修正，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啊。对，这个我们是同意是修正这个教师法第36条。啊，麦克风，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奇怪的。那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对不对？两个单位的协商难道只有用公文来往吗？然后劳动部没有收到公文，所以他没办法表示意见。那然后教育部也没有没有管劳动部的意见，然后就今天再来审，那怎么审？就像我上次审的时候讲到十三条，到现在为止，教育部也没有人再跟我来沟通过啊。有没有问我的问题？13条战歌的原因是什么？在教育部有什么说明没有？那我刚刚听到高露委员讲，教育部要找他去沟通啊，可是教育部不找我沟通啊，我觉得很奇怪啊。那我还要不要给他过啊？对啊，
早知道像上次的这个国教署的预算解冻案，我们都不要给他过才对啊。对不对？哪里我们有意见，一个多礼拜不跟我们沟通，问都不问，一通电话都没有，这算什么？来，高路委员有没有什么看法？没有，主要是他们能够瞧好就好了。问题是现在现场看起来还是一样，意见还是不同啊。然后来，我们休息20分钟，你们两部回去谈一谈。我觉得是啊。好吧，民进党党团也帮忙去协商，你们执政党完全执政，快去谈一谈。来，休息20分钟。不用了，钟嘉宾，钟嘉宾，你来瞧了，那是我来瞧。钟嘉宾，大家要，来，小伟这边有。
而已。对对。这一百六十二个跟今天的修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的所有的待遇啊、聘任啊、后面的申诉啊，因为他那时候是不准用教师法，所以不叫劳资争议，他叫做申诉及诉讼。对。所以呢，那个部分这一百六十个教师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你的问题是出在不是今天要修的问题，是二十六条，你是不是认为劳资争议处理法涵盖在二十六条第一项当中？很清楚嘛，就第一项当中嘛。其他事项就是劳资，就是包括劳资争议处理法。对啊，就是也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地方劳动局不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对，二十六条。是。按照这个，对啊，按照这个，啊，对吧？就跟你讲了嘛。我就认为有包括劳资争议，处理的。对。对呀。这里的其他相关法规办理，你为什么这么认定？为什么这么认定？为什么认定？如果说是法条的体力精神啊，第二十六条的第二项特别把教师在他施行前已经进来的不用的挑出来，表示其他人都排除了。第二项，那就要经过法律解释。我们啊，我们习惯的呀，我们比较没关系吧。第一个我们要说，可是这个第一百六十六都没有问题了。对，那现在事情后，我们就讲事情后，我们的立场是这样。对，我们为了要保障这些老师，一百六十六个，一个不仅是前面的一百六十六，就算事情后，他现在想进到六道法，事情后，对，他是没有规范嘛，现在没有规范。此刻，你的法律界有法律，没关系，我法律。目前施行后，因为你是走双轨，怎么会可以这样子走双轨？法律，所以你一直觉得还是双轨。他的相关法律包含教师法，他现在跟第一争议是说前面这边的话，已经双轨了，这里已经是教师法已经双轨，这里因为又有相关法规四个字，而这个四个字里面你认为是包含了教师法，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维持双轨制，我们想要维持双轨制，不要只剩下劳资争议处理法。好，这是劳动部的官方见解吗？是的，我们跟长官报告，我们也签份合同。我们是双方。没有，他不是递来递去，他现在是要帮忙保障劳动权益。好，我都懂了，懂了。现在劳动部是说，他主张如果这个受雇者他有教师法可以适用，他也主张他要按照劳资争议处理法来适用。那么你们主张是保留给他选择的权利，是的，对不对？但是在我们幼兆法的精神当中，教育部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主管机关，教育主管机关中已经认为说这些人只适用劳资法跟劳资争议处理法相关的，那你们劳动部说要留给他一个走教师法的权利，在第二项当中这个提出，因为为什么会特别写第二项，第二项就从四六人当中特别挑出了教师，就教师的部分，而且是在施行前已经专任的教师，准予他还是准用教师法？从第二项的一个表，特别独立标示在法条上书写，就是前面是全部，
但是全部当中试行前的教室我拉出来，得以准用教师法。所以后面写准用教师法的时候，已经将前项的其他相关法规规定当中排除了教师法。如果没有排除教师法，我不用把这个拉出来讲，这法律的体系解释啊。所以第二条，从第二条可以第二项可以看出，第一项是不包含教师法。如果第一项的相关法规是包含教师法，第二项根本不需要把这些人特别挑出来再写准用教师法了。体系解释是这样子啦，不是你们认定的说其他相关法规，不是跟着你们劳动基准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在101年5月什么跟那个无关，因为这个立法的时候已经把它切开来了。你们后来的劳资争议处理法怎么修，有没有包含教师法，那个没这个事情啦，没这个事情啦。所以你们回去哈，你们再把这两个第一项跟第二项仔细的你们做法规研议，因为立法机关在这里，这个法条的主管机关没有，这个法条的主管机关是教育部。教育部那时候我们这个法在通过的时候，第一项全部都是适用劳基法及相关法规。那有没有这个相关法规包含教师法呢？在第二项表示，只有在试行前的专任教师才准用教师法。第二项是第一项的例外规定，这样很清楚了吧？那所以第一项里面的相关法规没有包括教师法，对，所以我老公劳动部多虑了，对不对？是第一项没有包括教师法，不然我第二项写什么？如果第一项包括教师法，我第二项还写啊？我第二项写出来嘛？只有这些人在施行前的这些人才准用教师法嘛？因为就是第一项是全责，第二项是例外。那委员，我想跟你说，好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幼儿园全部的人员，全部劳动条件依劳动基准法相关法规没有包括劳资争议处理法，没有包括教师法，没有包括教师法，有劳资争议处理法。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写明劳资争议处理法，我们修法把它补进去好不好？但是你不能主张这里的相关法规是包括教师法，你这个主张是抵触了第二项的一个例外规定。第二项例外规定把教师法挑出来，就表示说它是第一项的例外，所以我才写在第二项。很清楚嘛，第二项只针对那166个写的第二项，所以你主张第一项的相关法规是不包含，是不能包含教师法的。至于有没有包含劳资争议处理法，你们劳动部可以主张说那也没有包含劳资争议处理法，那没关系，我们修法再把它加进去，含啊劳动基准法及劳资争议处理法哒哒哒哒哒，修到你满意为止。但是你的主张说这个相关法规包含教师法是不对的，因为第二项已经把它挑出来了嘛。第二项就是特别对1266人，第一项就是用劳基法。好了，同呢？没有主张，那你第二项看清楚了啊，第二项就是教师法，所以第二项就是第一项的例外规定，所以第一项的相关法规不包含教师法了。那第二项这里的准用教师法相关规定不包含劳基法？以准用教师法的相关法规来。好，来，这个。那全书就走教师法，就是教师法，不是这。好，来，就双轨，他第二双轨，第二项要双轨，166人要双轨，你们要双轨就双轨。166的人为什么是双轨？自行也是走双轨吗？没有啊，没有，双轨是你解释的。166这个在自行也是走。对呀、啊。是你们后来把它走双轨。我100年5月1号劳资争议处理法通过之后，你当时。就是针对教师的这个争议权，哪一条？三条后段。然后呢，把它拿出来。就特别明定，你刚说的那个老师的那个不标准哪部分，就是用双轨。那就是166。有他的例子，用双轨的没有错。有啦，他有那个例子。有啦。哪里？他那边有，他又走了。所以这个当时我们对啦，有那个案子，我有印象，那个是双轨，双轨。他现在166人都是走双轨，教育部希望走双轨，他希望。可是也不用，所以也不用再修法，他本来就是双轨任用了嘛，也不用修啊。而且就是那个部分了，对了。等等等，166在这个幼教法施行细则之前，它是走双轨嘛？双轨的，是这因为这个条文变成双轨了。那就是这个条文双轨，我们不用再去动它，它还是可以双轨啊。就拿166个嘛。没关系，都没关系。对呀、啊，那都没有关系。现在之后，这个法通过之后，他要让他全部都到。没有，我们没有动后面。还是会，我们没有动后面的啊。修法后是还是让他延续教师法嘛？刚刚讲延续教师法，不是我懂了。修法之后，他还是人要，还是双轨？对，还是双轨。166只有166的人是双轨。现在你在打架了哦！你们能不能够把它整理成一个这种表格，让大家看得懂吗？下懂了，166，没问题。这个幼教法是100年。101年1月1号。那你们的呢？劳资争议。100年5月啊。这个后法吗？这前法吗？
对，你们在一百年的时候，你们让教师是走双轨嘛？劳资争议处理的时候，你让教师可以走双轨嘛？但是到了幼兆法一百零年的时候，已经把幼儿园的全部私立幼儿园的全部都依劳基法。没有，就是166的还是只有那166而已，其他都没有关系啦。所以我在讲的是说先后啦哈。对。现在劳动部是主张说，当年这第三条是，他是一股脑的把全部的教师，啊、哦，除了劳资争议之外，他也可以，除了行政诉讼之外，他可以准用那个劳资争议。用劳资争议。对。我们是接受，我们愿意收来，但是我们不想影响他权，让他选。对啦，我们只针对那个时候跟教育部有没有讨论过？这一条我们跟教育部讨论过。他们到现在刚刚才澄清，不，这个很大哦。你们一百年的时候是行不啷当的把全部的教师通通弄进来哦，是不是？对，按照行政院的时候，他说雇主本法于雇主或有法人资格的雇主团体，这个雇主包括了国家，然后呢财团法人或。但是教师之劳资争议，教师的劳资争议，他认为教师劳资争议可以提起行政救济的不在此限，那就是公立学校的嘛，对、啊、对不对？所以跟这边又都没有关系、啊，对，不是跟这个无关嘛、啊，对啦，就是、你讲都跟我们这一条无关、啊，对对，你刚解释没错，跟这条跟这个无关嘛、啊。好了，我们现在把它，哎，现在把结论这么讲，就把它澄清一下。现在如果按照顺序了哈，一百年的劳资争议处理法的时候，它事实上只有排除了公立。学校的教师，是啊、因为他是劳动关系上，他可以是国家跟人民，是啊、所以公立学校的教师他是可以提前救济的，啊对啊，好，那么可以走双轨，是啊，不是不可以哦，是不可以走双轨，行政救济的是只有公立学校的教师不能走劳资争议处理法，但是公立学校教师以外的教师，通通可以走劳资争议处理法，在一百年的时候，但是到了101年幼兆法的时候，你们把幼儿园，私立幼儿园的。又全部排除在那个教师法之外了，对啊，全部排除在教师法之外，不那就通通是适用劳资争议法，所以现在又变好几块，对对，那个教师的部分，在一百年的时候，公立学校教师拿走了，剩下的教师可以走双轨，这个可以走双轨人当中，到101年，私立幼儿园的人又拿出来了，他只能走劳资争议，但是166个可以准用教师法走双轨，所以变成三块了。对对，又怎么样？还是好、啊，来来来，哦、你可不可以画出来好不好？我有点受不了。为什么你的理解？我在想，我整体一张表给各位。对啊，你应该在今天会议之前就应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了，现在是那个100年跟101年了。去做一些，因为这个劳资争议处理完，他的会议记录都等。没有，现在这个哈，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霸王条款。就是这个当年把所有的教师除了公立学校之外，通通变成都可以走双轨。是啊。这个条文很大。对。后来的这26条只把私立学校的画出来而已，画出来而已，按照我们的条文解释性的画出来而已。这是我们今天想要通过的条文，是，这是我们今天想要通过的条文。你现在看，这里是针对公立幼儿园，对吧？是是。这里面的第二款是针对依劳基法契约禁用的这些人员，要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对吧？这是现在今天想要通过的条文。我再讲一次，公立幼儿园里面依劳基法禁用的要，他不是教师。他是书名，教保不是教保，不是不是教师，不是教师，不是教保，没有，不是教师，不是不是，没关系，等一下，没关系，教保员，教保人员，教保人员不是这样，对，就是。来了那个哈，你们现在就画表，不见得等到什么时候画，现在马上画嘛，不是很清楚啊？我们先跟他搞清楚了，先听。教师跟原则，现在看，这是依照幼兆，有没有？幼兆20号的呀，
部长徛伫遐嘛，讲因来沟通，啊沟通都拢经过拢安尼，顶晚讲要沟通，下骹拢是安尼啊。教保会，教保会，职员好，对对不对？教保会，其他就是职员。在幼教法里面授权订定的公立幼儿园契约禁用的待遇办法，这个待遇办法里面规定它的适用对象包括依照劳基法禁用的教保员、资助的教保员。是是是，那我再想，有一个公立幼儿园，它禁用的契约禁用的教保员，好不好？我们再想，因为你所有老师争议就是一所这样的班级，是是是，给你打比，对对对对，行吗？当然当然当然，你要多少钱嘛？是是，对啊，我们再看这个考题怎么打。那他现在，这个办法规定个人有疑问，个人有疑问。不是，我们现在事情还是讲清楚。这些幼儿园的契约，这个人和团队的关系，比如说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人就是嘛，现在就是哪里？有方案的制度吗？什么性别啦？是是是，好，怎么样？小组的唯一到校的面，对对对，好，等一下。你们走完了之后没办法去走他们的，不是按照那个由首长来批核的，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这意思？关什么事？那劳我首长批核了，他还不在，他的劳资证要继续走，要找找哪里？找地方怎么劳工处嘛，对不对？对啊，他把打饼了，是啊，然后现在这个又，他老是争议啊，教保员，他去劳工局争议啊，对啊，那劳工局就派了一个科长，是，没有下来，那机关处那有行政救济，对啊，是啊，有行政救济的到劳动部了，前面在他考核的阶段，其实有一点类似像我们公务员，我了解啊，我了解，对，在教育部处理行政救济啊。如果你可以有别的管区长，你打那个考核，你要不要再调一下？要这样调吗？可以。你要我们这样调？来来来来来，我刚好在地方机关布过，好不好？来，劳资争议调解、劳资争议处理，我都按照到召集人。那么，如果你这个人是属于公部门雇用的人，劳部人员，那么雇主公家机关是雇主，所以公家机关一样是派代表人，跟那个受雇者之间就是争议嘛。那争议之后。只是刚好县政府呢，我主管机关变球员变裁判嘛，我在整个劳工事务的争议处理我是裁判，但是我的另外一只手是雇主，那这个雇主左手跟私人要去对打，那这种情况之下屡见不鲜，环评没有，不过只有这里环评也是一样，好，所以该怎么解决？好，那这个解决的情况呢，除非整个中华民国能够把主管机关球员变裁判厘清，我地方主管机关我不要当雇主，我地方主管就不要成为环评的申请单位，不然的话，我一个新办事业环评还是回到我县政府出审啊。我地方政府聘用的约雇人员劳资争议处理，还是我县政府要面对啊。不会只有在那里发生，我们已经常常发生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要该解决，也不是我们在解决。我现在，谢谢你，非常谢谢你。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跟各位委员你表达这样的困境，不是？我们要跟各位委员做报告。如果你今天是那个教保员，你怎么感想？他会觉得啊，你球员兼裁判吗？考核是你去找打的，还有教劳生等等来调解等等啊。他会觉得他的权益，他会觉得你这个申诉调解制度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落实到保障他的权益。然后呢？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所以我们最后表达，我们为了想要保护一个人，是不管是教保员，我们一直希望双轨制。就是如果他还是一样看双轨，也没有球员兼裁判的问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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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轨可以选择的双向。那如果你这个矛盾，我跟你讲哈，如果他认为劳资争议处理，反而他判了主管机关是球员兼裁判。他走教师吧，我就直接判死刑啦，啊、我就直接判完了什么人争议。啊、我跟你讲，根本连争议就都没有。是、啊。比较什么？如果是教师吧，到我们县教评会，那个教审会，对不对？解决啦，就没有啦。啊、所以我跟你讲，如果按照教师法的话，
教师法根本没有进入到劳工处，还可以来进调处，到首长那边就结了。我们希望给他选择的空间，你希望给他选择空间，但是在实际上多这个选择只是退缩而已嘛。你这样讲听懂没有？如果是走教师法，到首长批核，后面就是行政诉讼了。到这里，我区长批核，你还可以到劳工局去做劳资争议处理。你这样子多给他一个教师法的准用，没有对他比较好。但是地方主管机关做球员兼裁判来讲，屡见不鲜。因为我们国家会是既是雇主，也是环评的一个申请单位，也是什么什么的单位。这种情况在中华民国法体制里面，不是只有你们劳政单位才遇到。是，所以我跟委员做一个建议。哎，好好来建议。事实上，目前实务上，发生劳资争议，我们不要讲劳发生争议的时候，他们大概原则上都会走教师法那块。对啊。好，那以后，现在以后，我们这法令通过之后，对，就要告诉他，如果那些随便告诉他说。一六六还是可以要去做调解，就一六六而已。一六六，那公立的也是啊。今天进来的人，现在就讲走一六六还是保存嘛？是啊。今天进来来了。好了，老实说了，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些公立学校雇用人员，他会想要走教师法？我这样讲好了啦，公立的幼儿园里面是麻雀跟凤凰啦，教师就是凤凰。教保人员就是麻雀，麻雀不管怎么想都要吃凤凰的待遇啦。凤凰的待遇不见得每一项都比麻雀好，但他心理上他会觉得我就是要当凤凰。所以当你这样写，他觉得说哦，我可以准用教师法的时候，我是教保人员，我是契约禁用的，我希望准用教师法，走教师法不见得对他有利。因为在刚刚的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审查小组的一个走的一个相当于是模拟那个教师法的规定嘛。他是把它当作是说你是公务机关聘用的人员，我给你个内部的申诉的管道，那个要审核小组，那个是多麻烦啊，那个跟公务人员惩戒一样，考绩一样，哎，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正来处理啊，是我们连机关都派人单独的来处理他的申诉案，他的对考绩的申诉案，然后最后他可以拿，还可以拿去做劳基争议处理。他的选择性是多的，只是说他觉得，哎，那老师就在老师申诉啊，那到那个啦，那种申评会啊，就走申评会嘛。好，那走申评会有没有比较好？很难讲，很难讲。但是在保障上，他走劳资争议处理，他先经过了机关内部的这种比照公务员考绩的处理之后，再走劳资争议，跟教师直接走申评会。我们从外观上来听嘛，没有保证谁好谁坏，但是一个是两层哦，一个是一层哦。一个结就结掉了，所以我知道劳动部应该想办法来保障劳工的权益，对不对？那在这件事情上，教保人员公立的教保人员排除教师的教保人员，他事实上受到的是有 double 的一个程序。我内部要打考绩平等，我就要比照公务员考绩办法组一个小组，他对考绩不满意，还可以到劳资争议处。是啦，不过嘉宾，我知道他的意思，说你自己讲这么清楚，也是要经过你讲这么清楚。对一般人来说的话，对了，他是希望能够让他去选择，基本上面他还是觉得他有受到，即使你把他层层抽丝剥茧之后，发现教师方面不卡赫，但是他还是想让他们体模拟上觉得他有选择那个。因为我就是教保人员，我就是每次在幼儿园里面都是矮教师一节嘛。是，他就希望能够沾上这个部分，所以他希望维持这个两边的这个层面嘛。那个如果争议在教师的部分，这166位在施行就是准用教师法。他们在施行之后，或今天通过之后，他的教师申诉权是不会影响。当然，但他是我们目前是申诉制度跟劳资争议制度，因为怕两个制度会有歧义，所以他当他选择了一个之后，我们教师申诉这边会做一个不同的动作，会等他们那边劳资了解了，就是他的选择权利是。没有，他讲的不是166，他讲的是现在公立幼儿园这个时候，教保人员166那没有问题，那我们166没有问题，166已经双轨，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那个球员兼裁判，我们常常遇到。对啊，那个没有办法，那个不是你这样去讲，我们就可以去改变了。你要是县政府的越雇人员代表人是谁？是县长哎，副县长主持劳资争议处理，机关代表人是县长。改了，这完全不合理啊。好了，所以现在是要怎样？那找到怎么样？我了解你的苦衷，但是就是用我们的第三方公证，也不是这样。第
三方公正，那个他那个小组啦，他要做小组。你那个小组，可是你在用附带建议的方法，来我们大家成立这个部分，大家讲成绩，我某种程度同意，我某种程度同意，我们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这个搞定。是，对。不啦，无解，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没有啦，清楚了啦。对啊，现在清楚了，但是就对啊。对啊。直辖市是区公所，地方是乡公所，乡托，乡托是公立的。公立的乡托的教保人员，他还要照审核小组，审核小组的代表人是乡长，对啊，他到我们劳资争议处理又是，对啦对啦，对啊，那可是制度这个，如果我提出报告，现在看看这教师法申诉啊，他要申诉，这是我们教师法里面的改要申诉，他申诉里面在教师法里面的申诉，他会有什么申诉的评议？对啊，对对对，申评会啊，对啊，申评会。劳基法申诉两个字都一样，字是一样的，申诉是内容是不一样的。是，在教师法里面申诉，它是有一些评议者和评议委员的。是。那以后我们劳基法的这个报告，简单的说就是你来检举，我们去劳检，这叫什么？没有，劳基法的。那以后教师，如果你有发什么问题，那你如果依照劳基法来申诉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派人去劳检。就现在一直在吵的所谓的劳动检查，然后将来他也没有什么申诉评议委员会，什么都没了。可是他不是，他不一定走申诉，他可以走什么？166可以走三轨。对，那是一六以后啊，以后没有了。以后没有了，没有以后的申诉跟他们申诉都不一样啊。走劳基法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个部分。你就去劳动，你就来检举说你的老板违反劳基法，我们就去给你劳动检查，这叫申诉。只有劳动检查而已吗？调解呢？对啊，劳动检查更害怕啊。公立幼儿园的1-7月禁用的教保人员，他也是走劳检。对啊，我们就去劳动，就去劳检啊，很好啊。是啊，没错，那然后呢，要保障哪个法益？对，保障公家机关经办幼儿园，避免被劳检的穷困吗？不是，我想应该要这样做啊。好，应该去的。我想要跟各位委员报告的是，其实劳动部是一个劳动的行政主管机关，对，我们对于劳工的，不管是教保劳工。他的劳动权益，我们是积极的在维护，对，所以我们一直非常的希望，如果现在的制度是双轨，让他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我不管哪一个制度好，都有好坏啦。我不敢说我的就是好，人家就不好，各有好坏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尊重他的权限，而不希望在这个法令一通过之后，你教师法那一块通通没了，你就是来调解。我们想要聊的，其实所有的文字都可以聊的。了解了，尊重，但是不影响。了解我，对啊，对，就表达了嘛，就是他们会以后公立幼儿园、县政府的公立幼儿园，如果契约禁用的教保人员去走劳资争议的这个申诉，那我们劳工就派人去那个公立幼儿园去做劳检，是不是这样？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他是希望能够还是为这些人多争取一个可以透过这个教师法里面的一个申诉管道，可能对他的保障度会更高，他只要充分表达这一块了。未必啦。对，因为走申评会跟，但是我了解，但是这是你额外再去，在这走进去，他只是要表达，让他其实有选择。一个人有自主性的时候，那个提摩底就会好啦。对，而且安内啦。如果是属于我们劳动部劳资争议处理法该处理的，如果他愿意走我们的制度，他信任我们的制度，我们已经同意了。他某种程度已经，我并没有说全部都你教育。没有，你同意啊？他某种程度，对啊，他某种程度已经在铺路。有些时候你透过这个劳动，但是你站在劳动部的立场，你很难去主张这些人可以适用那个教师的部分，因为教师的部分是教育部的权责。教育部说这些人哦，我们不准用教师法，你们对这个部分不同意？不是，跟我的报告是在一个教育部的主管法规里面，他说劳资争议全部适用你劳动部的法律。对呀、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提摩级的问题啊。我们觉得希望能够保障他的权益。对呀、啊，只有这样的。我现在知道了，他现在不是根据劳动部，他是根据他个人希望他有更多的自主权嘛。好了，每个地方是地方可以好好的做劳动权益，就不用教育部主管的法律。把这些人通通划归在由劳动部来劳动，他们就觉得那这样的事情，你们主管的法令，这些人在你们主管法令的机关里面受雇，只是他因为劳基他是用契约禁用，所以呢你们通通就不比照，通通送到我的那个劳动部来管。我要这样说了，好了，我觉得我们劳就是
地方的劳工局要让我们劳工有信心的，你们是可以帮他们维护权益的。166个人，你其实也很希望在这个之后通行之后，也让这些也还是有双轨。他是很希望是双轨了。对了，我们就表达希望嘛。你表达这个希望很奇怪了。如果你说，我希望你们教育部主管的这些教育机关的学校人员可以有双轨，那、啊、你管到人家教育机关人员干嘛？不是，他现在是其他的没有。那现在教育部说通通单轨切过来给你劳务，你可以对这点说，我提莫吉北送，你们管的法令当面切一块给我管、嗯。但是你的说法是说，我是为了保障你们这些人员还可以适用教师法，这个讲话就有点怪怪的，立场怪怪的。对了，因为你要说这些人，他是。依照劳基用契约经营是劳工，我还没同意，我现在听懂了，我听懂了。劳工，你就是要把手伸进来，你不要说这是教育部主管法令。我刚才讲的嘛，昨天讲的那个学生助理啊，学生助理，你们的部长就很清楚嘛。学生部长，学生助理，只要是我认定是劳部关系的，我就管定了。对。剩下的留给你教育部，就这个态度。你一旦认为到劳部关系成立，学生助理就是归你劳动部管，剩下不是劳部关系的，就是学习型。这个 gas 在这里嘛。你们要也是这样子啊，学校里面的教保人员如果是契约人员，对啊，我劳动部就管定了。管定的，你们想要留回去适用教师法，如果你教育部不愿意留，没关系，我通通都收。这样就是你们的态度嘛？哪有说哎、欸，这些人本来可以适用教师法，现在跑来说哎、欸，你们也可以去适用教师法哦？这个态度看起来不够光明磊落，我这样觉得啦。你们就是明白的表达你们的立场。不过他某种程度也暴露，就是劳，就是你用如果说道德的过去，你们那个过程，其实某种程度对劳，对那些劳工出来了就这样子。对，好了，可以啦。所以教育部告诉我们所有的意见，他要在行政院把里面放进来，他不愿意在这个条文放进来。我们得到的是行政院版，怎么会有行政院版？现在有行政院版吗？为什么立委在没有把他们两个都是为了这个明确啊？行政院版呢？我们是说立委在成就决定之后都在我身上。然后权利全部在我身上，那我立马就决定。可是我是觉得修法以后应该很清楚，教保的一个老师就那个26条，以后再补个劳资争议处理法进去。好。好了，我们现在怎么样了？好了，就决定了，就照这样子了。啊，还有，嘉宾兄，来，钟嘉宾委员，你协调完以后再跟你左边两位委员再协调一下，我们再继续进行，因为他们两位代表劳工，他们要接受我才能处理，好不好？主席啊，这个应该让教育部跟劳动部他们自己去沟通去。他到底要走单轨还是走双轨，他们自己去决定去。决定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做我们的。现在变成我们来帮他们决定，到底是偏向教育部的还是偏向劳动部的。那将来发生有什么事情争议的时候，那是教育部，那是立法院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你们找立法院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干嘛要帮他们去做这样的事？很奇怪呢。没有错，完全赞成。从刚刚他们两个部会在跟我们沟通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嘛？那个主席，我想要建议啦哈。其实我昨天在八楼就问，正好两个部长都在，我就问他们说，以后这个争议谁处理？他们说他们会有一个沟通的平台，啊，这个沟通的平台最后呢，上面只是下来说有沟通的平台，到下面就是这样子。你看刚才都已经扯得这么久了啦哈，如果请你们教育部跟劳动部自己去沟通，到最后就是没有结果了。搞不了就是讲你杀过伊，伊杀过你啦。啊，对对对，啊，所以哈，跟那个奶公报告一下，我们其实可以沟通一下哈，因为让他们自己去沟通，最后就是没有沟通的结果了。你看，看他都啊，干啦，安尼因两边都不干那样啦。啊，我是觉得其实就跟那个刚才嘉宾兄讲的，就是说那个。学生好，到底助理他是雇用还是学习型？他很清楚，雇用的劳工劳动部本来就要管。好，那我们在教师的部分，你是教保员，你是教师，本来教保员你是劳基法，你就是本来的企业经营，你的劳动部就是要管。啊，所以我们如果再让他以前这样子啊，变成还是他推给他，他推给他啊。啊，其实只要劳动部可以进去劳动检查哈，这不管你公告处理未啦。你主人就是皮垫咧，按迄个是老虎的牙齿啦。你若无劳动检查权，老虎无喙齿哈。你讲的我都清楚了。
对啦，你讲的我都清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两个部会发生问题，行政院去做，行政院要去做决定，所以为什么法案送到立法院都是要经过行政院院会通过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们部会内部自己去讨论不能决定，行政院要来决定，决定完后你一个版本送到我立法院来，我们来审你这个版本合理不合理，大家来沟通。所以那现在就是说教育部有教育部的意见，劳动部有劳动部的意见，然后要我们来做行政院的工作，我觉得很奇怪啊，我们不是行政院，我们是立法院呢、啊，怎么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意见，然后我们来做决定呢？你们，哦，那个招委各位委员先进啊、哦，我在上次审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案子我很遗憾的没有行政院版，没有行政院版，而且呢。现在委员的版本有的是上届没有来不及通过嘛，这就提出来嘛。可是从上届提没有完成，这就提出来的过程当中，行政院教育部没有拿出自己的意见嘛。如果教育部拿出自己的意见，至少在行政院里面跟劳动部就已经解决了。我们在这里审的时候呢，就比较清楚。那因为没有行政院版，所以我们委员版在这里要整合，就是我们蒋委员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部会在那边那个态度，让我们觉得好很遗憾。那这样子审下去，事实上我上次也提出了，因为迫于立法期限，好像我们已经迟了，要赶快立这个法。那没有行政院版，要继续往前推。但是里面呢，我们中委员跟高路委员又表达到，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当中，又把公立的跟私立的都并进来，3:7，公立的30%，私立的70%。那在这个教保人员服务条一体适用的公私立的当中，每个条文都把公私立的又分开算。分开算嘛，我们公立的是一种待遇，私立的待遇嘛，两种不同待遇的人摆在同一个条例里面，你说他们情何以堪？既然你们用一个大帽子叫做教保服务人员条例，你们把我们的公立的跟私立的放进来，结果我们私立的待遇跟公立的待遇还是不能比，对不对？那今天如果站在70%的公立的人员来讲，他觉得70%私立的他觉得是情何以堪，但是对30%的公立的人来讲，他希望这个法赶快通过。通过之后呢，他至少他的待遇保障比较接近公立幼儿园里面的教师身份保障，是这样的原因。他说我们夹在这里啊，我们过了保障的那30%，可是呢辜负了那70%，我们不过70%的人还是要等你过，等30%的人说为什么今天不过？那今天要过，两个部会意见在这里，我们又很为难，因为没有行政院的版本，所以今天做什么事情哦，我们蒋委员我们都要扛啊，变成我们都要扛啊，这个30%跟70%我们都要面对啊，我们会变成。那个姓什么的？姓朱的。来，苏委员，苏巧慧委员。我昨天有去那个卫环教育联席的这个委员会哦，所以昨天的会议和今天的会议这样对照下来，我实在是也需要，我想要发言表示一下。我想讲两件事情啦，第一个是程序的部分啊，我觉得作为政府机关。好，作为政府机关，其实大家的责任是发现问题，然后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解决问题。但是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听到的都只有说，大家看，如果我们这样修下去以后，会产生这些问题耶、啊。然后呢，解决问题不就是大家的责任吗？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坐在这里？尤其是行政部门，怎么可以只有停在说有问题耶？啊、然后呢？我真的很想问，然后呢？对啊，那为什么反而今天我们应该是大家你提出了解决方法以后，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方法是如何合不合理，这才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目的嘛？结果今天程序上面连一个整理的表都没有办法提出，大家这样花了5分钟、10分钟讲念一堆法条，念到大家都听不懂，那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我觉得这实在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是态度的问题。对照昨天的会议，其实劳动部和教育部两个部长经过讨论以后，联席出席昨天的审查会的委员会，他们就争议的法案具体的提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并且连配套都完整的提出。因此，两个部长上去以后，劳动部也很有 guts， 就说：“对，这些既然有劳雇关系，就都归我管，那剩下的才是让教育部去做。”部长劳动部立刻承担了责任，教育部也没有推迟，所以昨天上去的委员第一句的发语词都是说，两位部长今天都来了，我们很肯定两个部长解决事情的态度
但我们还有剩下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个跟今天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不能明白耶，同样是同一个教育部同一个劳动部，为什么昨天和今天的态度差这么多？那今天已经开始会议开始一个半小时了，那所以呢，然后我们现在要进行什么，连我都可以整理出这样，那我不晓得资源这么多的部会 是怎么回事。没有没有，我现在呼应一下巧慧委员所提到的，不过我还是劝巧慧委员不要太乐观啦。虽然那个劳动部长跟教育部长都大胆的那个方向都说 OK 没有问题，可是他交办给下面去的时候呢，我觉得所有的具体的措施一出来，所有的矛盾点都会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要呼应一下，就是说蔡总统讲的不是最会沟通的政府吗？请沟通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最重要，因为只要遇到这个细节的问题的时候，两部会还是得需要再去弄完才可以把这个东西送过来。否则我们今天哎，现在已经10:20了，我们才第十条都还没有进展呢。那我了解，我了解，那后面还是啊，没有，后面还有，我看到还是有一些的问题，所以现在请主席裁示吧。我们现在是要怎样？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来我。我补充一下，而且刚刚经过这样一个小时的讨论，我觉得其实问题也不是在于法条怎么个撰写法，因为其实是它后面的政策，也就是经过我们细分以后，每一类不同的人员他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权益，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政策管道，甚至是回到政策上的，我们到底是要给他双轨还是单轨，这完全是政策的，政策决定之后我们才能来写法条怎么说，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在一字一句在那边讲法条要怎么写怎么改，其实根本就浪费时间嘛。那我不知道今天坐在这里做什么。来，吴思瑶委员。赵伟，我是觉得我已经忍很久哈。你看我们教委会，我虽然是蔡教委的委，可是你看我们这个会期审了几个重大的法案，从文资法开始，从私校法到教保人员服务条例，哪一个案子有行政院的版本？对，每一个都是。委员的版本站在前面冲，那好，你们纵使有时间的怎么样，你们没有版本，你至少也要就委员的版本。上一次审这个条例已经两个礼拜前了，你们沟通在哪里？我说我忍了一整个会期，我以前在立法院做助理，在行政院当助理，我也看这么久，行政院有版本表达立场，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嘛。那我觉得你没有行政院版本，没有你的立场，凭什么委员在这里不管出去得罪了三成，还得罪了七成？为什么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替你们擦屁股啊！我们哪一个法案这个会期的有行政院版本？不好意思，我是执政党的立委，但我觉得未来的不管是，我们真的要有一点作为啊！所以我觉得，所以其实一样，旧政府、新政府都有责任啦。平常心讲，文资法是520之前的，文化部也没提版本。对不对？那当然，新政府来一个多月，你们当然压力很大。可是尽可能版本有竞合的，尤其像这个一开始这个分岔路没有处理好 ，RA 东遭惊奇。为什么沟通协调是这样？所以是不是主席？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自己去 organize 去处理一个行政院的？不是只有这个修正动议，这是行政院提出来的修正动议，是不是？看来显然劳动部也不太买单嘛。那高路委员提的。哦，对不起。那没有行政院的修正动议，那更离谱啦！你纵使没有版本，你有你的立场吧。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之后吴志扬委员说明哦，就是我们通常委员提版本，是因为行政院还没有版本。那我们会惯例是我们在审的过程当中会等行政院版本。那这个法案是因为他在上一届就已经整合到基本上已经都有共识了，所以这届委员提案之后，那行政院他没有提版本，但他就跟委员的版本态度是一致的。那上两个礼拜前，为了这个劳动部跟教育部的问题，教育部有开过一次会，开了会，教育部给我的答案是说已经定案了。但是今天劳动部的副司长你来的，你到底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劳动部？因为已经两个部已经开过会，应该那天的态度就决定今天就没有第二个发言的。劳动部的意见应该跟教育部是一样的，不然教育部你们开那个会是开什么会？我这一点我真的是我也忍很久。所以你们自己要检讨，到底副市长你是来你个人，还是那天你派去教育部派的那个代表，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劳动部？你们要讲好，你不要让我们委员做坏人啊，不要通过以后说我们草草通过法案，不顾劳工权益，我们没有那个大的那个承担在。所以你们自己两边要讲好，好不好？我先把那个立法的那个过程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接着请吴志扬委员，好不好？那主席，我想请问，那到底有没有行政院版本？到底有没有？为什么已经放很久了？为什么可以参考啊？还是不重视这个问题吗？
本很好，你就照行政院版本照我们给你抄没关系，你送出来嘛，不是吗？哎、欸，不是，哎、欸，张伟，你现在在做政务委员，你知道吗？知道吗？我知道啊，现在的角色就在做政務委員，而且我是在野党的政务委员，很麻烦，要处理执政党的事。不是我，我觉得赵伟今天要做立即的决定。第一个，要不然你就行政院版本马上送出来，再等一下下啊、哦。要不然就是我们这些立委提出的任何版本跟修正，我们不是真正执行的单位，我们说实在，到底有什么美感或不能通的，也许只有你们才知道。你们要按照委员提出的各种版本，你们自己现在现场提出，既然你们行政院没意见，啊，你就把我们大家的意见想办法做出一个可行的版本，现在就讨论，要不然这样开会浪费时间。我们刚刚已经休息了快40分钟，就他们还没有整合出来。来，许组长，你再讲一次。哎，是，江委员。说实在的哈，这个部分来讲，行政院带动。真的行政院带动，因为你行政院你本身就要整合各部会的意见，然后提出你的版本。如果你行政院的版本来不及提的话，你可以请执政党的委员用修正动议把它提出来，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法案的审查的进行嘛。那你现在又不请执政党的委员提修正动议，然后自己的意见也不没有整合，然后到我们这边审核的时候，劳动部跟教育部两个意见担当就在这边，然后要我们做最后的决定。那我们最后的决定是不是就代表了是你将来行政院接受的政策方向？如果是你行政院接受政策方向，那我们还可以讲。如果只是说为了通过而通过，将来行政院说啊是立法院通过的，我们都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同意，是立法院强行通过的，那我们立法院为什么背这么大的责任在这边呢？对不对？因为照以往来讲，行政院很少对立法院提出复议嘛，因为复议案的提出来很可能会倒阁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立法院在审法案的时候都要有希望有行政院的版本出来做对照，就是避免将来要提复议案嘛。那像我们在地方议会复议案就很平常的事啊，因为它没有倒阁的问题啊。所以这两个审议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你行政院就应该，如果行政院你觉得重视教保条例，那你记得内部应该赶快整合，然后透过执政党的委员提修正动议出来，在委员会里面来审。如果要赶时间的话，否则的话你行政院自己的版本拿出来我们一并审查，我想应该是这样才对。好，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行政院的版本曾经是在第八届会期的时候有送进立法院，那也有复委哈、哦。那但是当时因为届期不续审，那届期不续审之后，我们并同幼教法，当时送的其实是幼教法跟教保服务人员条例两个法律案。那届期不续审之后，我们是重走，再征询各界的意见，所有的条文重新再做一个讨论。那有一些可能更细部的调整。那我们认为说，听过意见之后，然后再送到行政院再走一次程序，可能会更完备。那目前委员两位委员所提的版本里面的内文，包含这12条哦，第12条的文字，也就是说这个。走劳资争议的这个部分，这个条文其实跟在行政院里面审议的条文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跟第八届的会期送到立法院里面交付委员会审查的文字是完全一致的，跟这次并没有不同、哦、所以原则上就是针对那个条文，就是520之后的行政院吗？对，520之前是。这个一个是新政府的意见在哪里？是不是如果新政府也同意这个的话，那今天劳动部跟教育部就不应该在这边还有不同的意见在这边呢？所以我觉得，因为刚刚组长报告说明的，其实那个是520之前的对的行政院的版本，然后回去你们要再审视一次。那我也理解了，我们招委也很想替教保人员的条例赶快争取，所以赶快排了案。但不管怎么样，我个人的基本底线是你至少在今天你有你这两个礼拜沟通好，你有你行政院的修正动议或是什么，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状况。那我要厘清一件事情是说，前几天教保人员也来了，招委带着我们跟大家那个，那确实他们
今天会比较急着处理，我的理解是那个三成公立的借聘他的那个调的那个。可是当天我们在回应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清楚，这会期就算今天通过怎么样，其实也对他们今年的调聘已经也不生效力，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周延的时间的。好，我原本也担心，如果早的话，可以不要影响他们今年的权益。可是很清楚，金马把维护期啊嘛。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让你们回去好好审视一下，那是不是要完整的行政院的版本，用版本的方式有最好。那要不就是你要有个行政院的修正动议，而不会再发生两个部会在这里吵给我们看的状况。我觉得这样子，而且让新政府好好的去 review 这整个案子。如果旧政府的版本确实有问题，你们要再审视。我们105个案，你们都退回去重新审视了。那就赶快再送过来。所以时效上如果没有压力的话，我是做这样，我也认为没有压力了，是不是可以？我个人这样的建议，我们先 hold 住这个部分，跟各位报告、思考，谢谢。如果你是教保人员哦，他会很担心，因为常常有法案就是差临门一脚之后，结果那一届都没有审过。可是你今年已经维护期啊，不是不是，他很担心你这次没有过。不是，你不要小看哦，立法院常有很多法案换一个招委以后，判。我没有意见，但是大家心里，下一马上就结束了，九月就换招委了，就没有九月就换招委。我跟各位报告啊，如果你今天是那三层在等待的人，他这次法案如果没过，他在想说，那未来这几个会期会不会过？不知道，他就说就差那临门一脚，又搞不好要等到下一届，他心里就觉得七上八下。而且借聘这个是我们有高度共识的，那我个人是有一个建议，我是在野党的政务委员协商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啊。我有一个想法在，听听看大家意见，包括高路中委员都要有共识，就是说，在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还没通过之前，现行的状况是什么？事实上，现况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条文进行的是一模一样。那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就不通过，那我们等你们的院版。那当然这样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他万一遥遥无期怎么办？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先通过，按照现行的，但是我要求你在半年之内。要提修正案过来，这样的话这是渐进式，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是在野党政务委员协商这个事情，所以尊重执政党你们的意见，我没意见，好不好？谢谢主席，你努力协调出，这真的是政委的工作哈。但是你站在那个稳定这整个业别的人的感受来讲，你先通过现行版本，但是你告诉他半年内还会再有一个修订的那个，他的担忧，他的不稳定浮动是更大的。所以我是觉得已经没有时间压力的状况之下，今年没有，但我觉得我们有个可以处理，是我们反正真的教委会是最团结的，我们下会期优先处理，这个也是一个 promise 啊，对不对？我们是一个优先法案，下会期来优先处理啊。我们他做总招了啊。我觉得只要我们主要的政党大家有这个共识，然后包括高路也同意，更我们把周延的七成的考量更纳入的话，嘿，我是干嘛那出力啦？下会期列为教委会的优先法案，但前提还是行政院的版本要出来，这样可以吗？主席，谢谢。不，听大家意见。各位什么意见？来，高路委员你的看法，高路委员。你现在是代表政党发言，好不好？我没有，不是因为今天这个状况，就真的是行政院自己都没有办法协调好。我们也如果把这个责任让我们来谈，让我们来扛，我们也觉得扛不下去。当然，今天我们在希望就是说能够处理到就是那个三成的那个迁调问题，可是后面还有七成，我们也希望能够一并处理这边。我这里手上有全国教保产业工会的建言，对他这里就有提到有关于这个教保服务人员的工会组织的要明确入法，然后呢关于这个中央审议委员会能够对于就是掌握教保人员的现场变化的脉动，这是他们也很需要我们能够为他极力争取的地方。可是今天的状况就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会期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即便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处理完这全部的，我觉得我们的确是要去思考，就是我们对对对对对
我们还是需要再更严密的讨论啊。哦，那民进党，民进党谁代表？张廖是？没有了，没有。我是说哈，我一直都在听，但是我也一直都在忍受了哈。其实那一天去，我们看到、欸、那天教保人员来感谢我们，真的是也觉得他们其实应该要给他们的要赶快来处理了。可是我感觉哈，很显然就是。我们即使解决那三成的问题，另外还有七成的私立的 那些教保员，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也很大。那现在那个教保产业工会他们又不断在游说，有一些法令包括他们的权益的问题，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在旧的过去行政院版本里面比较没有提到，所以我也会认为说，如果赵伟你们连任的话啦，我觉得这个就列为优先，我们都会支持，不分党派优先来支持。那我就觉得这一部分也应该要好好的讨论，有一个共识会比较好，再来定比较，不然的话我看了高路的版本哦，他利益也很好，可是很显然也是有一些压力赶快要进去，可是可能在这个讨论过程里面会太粗糙，我是这样觉得。好，那我这边有两点建议啦。第一个就是不管下一届下一个会期谁做招委，就把它列为我们本委员会最优先的处理的法案。民进党这边是核心准招委。哦，好吧。OK， 我们还没有去。没有没有，我们只有四票，我们还有别人。我还说中午才会确定。哦，那我们第一个就是第二会期列为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最优先处理的法案。然后第二个，请那个行政院的版本。对于委员会已经有共识的条文，希望能够尊重委员会，然后其他再赋予一些有争议的部分再进行处理，好不好？好吧，哎，中火赵委员啊，是，不好意思啊，我想，纳进劳基法大概是大家比较多的一个共识了，那纳进劳基法其实大家都一直把它放到劳基法之后就是。劳资争议处理法，那其实高路里面还有一个第十二条的工会法，工会的组织就是属于团结权，所以工会法来电，那你也有变，因为你不只是劳基法之外，还有另外三个法，劳动三法就是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啊，再加上团体协议法，那这三个法其实你必须并证。并在劳资争议处理法不是说我放进去劳资争议你就调解了，也没这么快。劳资争议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譬如我私立的，刚刚我有听到你们提到，如果以我个人的在处理的地方的行政经历啊，劳方也可以推派一个调解委员，资方也可以推派一个调解委员，劳工局就是扮演的角色就是坐在主席台，啊，听双方各自选出来的。调解委员，啊，各自为，有点像我们进法院一样啊，改立七点书，啊，然后各自叙述之后做裁决。所以在如果要纳进劳基法，那么相对的，第一个你要让他有团结权，你没有让他有团结权的话，你劳资争议就会很多。他没办法提劳资争议，为什么我没办法提劳资争议？是因为我没有工会，我没有团结的工会。我靠我个人，我没办法去抵抗这些财团，我没办法抵抗那些的负责人，那其实我们的美誉会被打折扣，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各位下次再提的提，那我会建议要让他们有团结权，所以在第十二条来对教保人员本来就应有组织跟加入工会的权利与义务。那各级主管之本来这东西丢出来之后，就是回到地方主管机关了。那各地方的主管机关，不管是鼓励先导，或者主动协助这些啊教保人员服务组织工会，加入工会或者参加工会的组织，或者担任工会的干部。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教保人员他的相关的劳动权益，你也要让他知道。所以我刚刚看到你们这一本，这个是谁做的？彩色的。刚刚万坚给我的，他有一本，他这一本来对你去看，他有一个，你知道你的劳动权益的了吗？67%的人不知道，70%的人也不知道说要组工会，那你怎么有团结权？那你要让他入法，你让他入法的话，让他就
就算说他不组工会，最起码我们在委员会来对已经做到了，我们要怎么去保护你们？是你们自己不团结，不是我们立法委员不给你们团结权。那这一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依照他的那个分析，那我会觉得说，在团结权来对，我们应该给他们去强化。你这样以后真到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就像刚刚蒋委员问我说，为什么法航的空服员可以罢工？啊，有哪些不能罢工的？我说不能罢工的就只有目前的为止只有水电燃气。他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有服务条款，就是说当你罢工的时候，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能力，让民生用电不能缺乏。所以当台电说要提出罢工的时候，事业单位劳动主管就因为有那个规范，所以他说法航为什么法航不在水电燃气？所以我大概跟各位简单的做一个说明。好，那我就再次宣布一次哦，就是我们请院长哦，在下一个会期尽速送入立法院，我们叫我们委会列为最优先处理法案。那么院长针对我们之前两次讨论委员有共识的部分，请也予以尊重，这样的话才可以有助于法案的那个推动。然后第三点，请行政院内部自己好好做好沟通工作，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散会，请大家回家做好防台的准备，好不好？好，另外本案保留条文，我们另定期并行政院版本审查，好，谢谢。